你好，欢迎收看《纪录新发现》，我是张瑞玲。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彩绘台湾庙宇门神》。台湾多元而丰富的民间信仰，让寺院宫庙成了建筑上的特殊景观。而这些建筑的门面首重门神，形貌多样的门神造型，更透露了台湾门神彩绘的美学演进。台湾的宫庙是民俗信仰的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宝殿。庙宇门神守护里外四面八方，慈眉善目，不怒而威，造型各异，皆有庙态。门神彩绘的艺术体现了台湾文化的多彩风貌。未登庙堂之内，以见门神之美。这里是台南开元寺，原为明郑时期延平郡王郑成功之子郑经所建造的庭园。1690年，康熙年间改建为开元寺。寺内主祀释迦牟尼，庙门的正中有韦陀、伽蓝分立左右，两侧则有四大天王。门神的起源早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已有所传，始终带着浓厚的宗教神话和民俗故事的色彩。据了解，它从早在中国周代的时候就有五种祭祀，门神的祭祀就是五祀之一。后来经过历史的繁衍，小说、故事、神话陆陆续续加入了僧书、玉律、秦叔宝、尉迟恭，而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唐代秦叔宝、尉迟恭如何变成门神。依据《隋唐演义》，当年在搞革命，唐太宗杀人无数，晚上夜睡不宁，据称是鬼魂过来骚扰，怎么办呢？那只有找了他两个大将秦叔宝、尉迟恭来彻夜护守，从此以后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不见了。唐太宗因不忍两位爱将操劳，后来换上两人的画像，依然管用，而后广为流传，百姓便把秦魏二将尊为门神。头戴金盔，身披战甲，凤眼龙目，鬼魅闻风逃之夭夭。门神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就站在台南开元寺两座门神之前，很清楚看到门神就对着外边的来路，所以门神象征了保护这座寺庙，同时也保护了来祭祀的人群，所以门神就具有镇护、祈福、驱邪、纳祥各种多元的功能性。可是最大特色就是不同的寺庙有不同的门神，不同的门神具有不同的造型，展开中国门神多样化的特色。镇守大门，首当其冲，门神的功能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民俗的观点中，宫庙的门神更有着看护庙宇及镇守四方的隐身意涵，而往往显示出其肃穆庄严的气势。在趋吉避凶的层面上，大体来看，佛教与道教的宫庙门神是殊途同归的。
台湾的宫庙门神形形色色，类型不一，决定性的关键是宫庙祭祀的信仰。佛教寺庙的正门大多是两大护法或是金刚力士，左护法韦陀手持金刚杵，纹面无须。右护法伽蓝则是满脸威武，常染伫俪，有时候也会以金刚力士哼哈二将来守护正门。哼将的图像多是青脸、怒目、闭口，哈将则是红面、笑脸、张嘴。侧门的彩绘则是庄严威武的四大天王。根据佛经所云，四大天王是在须弥山护侍于东西南北四方。四大天王的手上有的执剑，有的撑伞，四样持器驱其风调雨顺之意。而道教的宫庙正门一般是以秦叔宝和尉迟恭的地位最高。其次是神书玉律，侧门是朝官、太监或宫女，手里拿的器物也有其巧思寓意。官与禄意为加官进禄，牡丹代表进爵富贵，酒壶、仙桃、石榴引申为福气、长寿和多子。门神的分类非常多样化，佛教有佛教门神，道教有道教门神，彰显了不同的宗教就有不同个性的门神。眼前就是两护法韦陀跟关公，两侧出现四大天王，那也有佛寺他用上了横哈二将，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组门神，这就是佛教的殿堂。道教的门神更多了，一般来讲最常见的就是秦叔宝、尉迟恭，另外还有神书玉律。可是还有一些寺庙它更具了主神的特殊性，比如说城隍庙，城隍讲究善恶果报，阴阳分明，所以它的门神一般会用上牛头、马面、七爷、八爷、四个恶煞，还有类似华景的各种差异。土地公庙也不错，土地公庙会给人们发财的希望，所以他的门神会用上两个小童，一个手拿的珍珠财富，另外一个手拿的芭蕉叶。芭蕉叶在台语的用词就叫做揪，所以两个加起来就可以称它叫做招财进宝。有一个更具特别的一定要说，它文昌帝君庙，他门口坐了两个小童，一个眼睛瞎了，一个耳朵聋了，号称天聋地哑。为什么让小朋友耳聋眼瞎呢？原来这两个扶着小童不可以泄露文昌帝君考试题目内容与考举成功那个榜单的讯息。以原住民头目为门神彩绘素材，在台湾是相当罕见的。庙主是当地平埔族的后裔，在此立庙祭祀神明与先人。啊，真感谢呢，原地就是平埔族一个集中地，哦，台南县的西拉雅族其中的一族。派弓箭，哦，啊，迄个野猫，哦，遐都上山啦，上山拍啦。脚呢，伊的脚链呢，就是一只猪甲一只鹿。哦，迄是讲啊，咱做人吼，爱知足常乐啦，知足常乐。啊，和平这边呢，就是摕希望啊，啊，鱼叉，就讲落海去讨猎、讨鱼啊。哦，啊，较大个呢。
就是珍珠，啊，甲鲤鱼，就咱人吼，爱鲤鲤那搞鲤到珍惜啦，讲大自然啥物只好咱，咱莫甲浪费，爱甲珍惜，哦，这都是伊的含义。有别于汉明门神的趋吉避邪，告诫族人要知足惜福。台南新港庙的头目门神叫人耳目一新。伊有甲我讲着，讲要画门神是阮族民的物件，但是迄当时伊甲我讲阮族民，我就到今吼做彩绘做遐久啊，也毋捌画过阮族民的物件，感觉足奇怪安尼啦。啊，阮族民嘅门神，咱是要来甲表现遮个物件。哦，迄阵头好佳哉讲庙方啦吼，伊有提供一个纸稿啦吼。伊内底面有描写着讲，伊个正脚打啥物货，倒脚打啥物货，良平好平的即个门神啦吼，伊爱提啥物种的即个兵器方面。哦，我想讲，哎，若有遮个物件，咱咧表现即个门神方面，就比较较有一个哦方向去吹。从民俗信仰到地域特色，门神彩绘的艺术体现了台湾文化的多彩风貌。一般而言，门神彩绘的步骤包括丈量门板、描绘画稿、按上金箔、油彩涂色、门神开面和上漆保护等。首先量取门板的概略尺寸，并预留空间，以免木门在开关之间被上下的梁木或是门槛挡住，用炭笔描绘轮廓，然后用黑墨做细部的调整。定稿后涂油，按上金箔，用油漆涂上颜色后是开面，也就是处理面部的须眉和眼睛等细微的部分，最后是衣饰配件等整体图样的修饰。彩绘的步骤表面上明白简单，骨子里却暗藏心法。彩绘前的披沙和补土等前置作业俗称打地仗，地仗的好与坏是行家眼中的功夫底。油漆与门板的膨胀系数本来不同，木材热胀冷缩的程度较大，常年四季的寒来暑往，门神势必提早破相。粘粘麻沙抹上灰土，这是木门可长可久的基础，一来让门板平滑光亮，同时减缓皲裂的现象。因为这茶的东西它本身有春秋啦，所以它春秋的东西，尤其是做木工当中，它一块料不可能那么大，一定都有烧接。那么烧接的地方啦，咱一般咱的彩绘以前啦，一定要劈色啊，因为披色的用途啦吼，就是讲，让这块茶啦吼，伊透过这层色啊面，规领铺落了对无吼，伊咧春秋的当中，伊袂扭开，啊，然后了用白果啊，就是白果啊，规个拢甲保护完就拢平了。但是白果啊，伊爱过冬冬了，较会干，让伊规个面干了扭开了，过冬冬开始较得做第二届的补土。地仗就绪后，涂上底漆，彩绘作业这才正式开工。在门板的底漆等前置作业就绪之后，画师会用炭笔将门神的高低、长宽和大小用线条勾勒出来，这是初稿。接着打上墨线，把门神的结构比例描绘出来，这才定稿。一门两扇出双入对的门神，
左右两者的大小、身形和手势，甚至盔甲衣摆，都必须是相对而契合的。怎么做到的呢？一般人比较拢较好奇，因为门神是爱画起来，会当比例拢会当比例拢平均。这当然，这伫咱这做的当中有真济技巧、较技术面的所在。所以讲，一般门神，咱若咧拍一场过的当中啦吼，伊的比例对拢头了七八左右嘛。当伊这个线条画笔画好了，对无吼？伊这个比例以宽度、跨度画较规个门，感觉真。八水八甜安尼，了感觉真正确了。用咱的一般的透明的描图纸对无吼？通常啦吼，透明的描图纸就是伊对顶下到下面啦吼，比例吼规张拢甲描好势。啊，用碳一般的碳笔，咱的碳笔有特殊的所在，就是讲碳笔你画了了，伊咧反面咧透印的时候，伊咧碳笔粉的东西嘛吼，伊也透印另外一边的那个。稿子里面，完全的一样画葫芦可不成。头、脸、瓷器、盔甲和衣摆都得调整为两两左右对称，名副其实的一对。一对庙宇的门神通常要耗费近三个月才能完成彩绘。彩绘大致可以拆成彩与绘两种分工角色，前者是上彩涂漆的油漆师，后者是拟稿描绘的画师。简单说来，油漆师则必须整合地仗作业、丈量门板、粘布上土、调漆涂色和装饰等所有大小事项，画师则是专精门神的骨干与神韵。由于油漆的工作量占整体工程的大半，因此油漆师往往也是总揽工程的负责人，画师则是最早打底稿、最后修完稿的艺术家。你咧画门神来讲啦吼，门神伊注重迄个比例就是要有这个素描的基础。啊，然后呢，伊的墨色运用啦、明暗度啥，这拢甲水墨拢有相关密切关系。包括你若阁有学油画，对你的这个开面、这个画师方面嘛，阁有真正大帮助。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真个时代啦吼，因为囡仔咧学这物件对无吼，非常。讲起来，学这嘛是真正辛苦嘛，嘛是要有真正的耐心啦。因为阮这种行业吼，拢走东走北，哦，上山落海，四界去嘛，较辛苦。啊，有时爱爬山爬低，所以讲伫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学这个物件，佮爱有一挂这个绘画的基础啦，吼，你相当爱做用心。通常师傅会让已经可以上工帮忙的学徒涂抹一些可以修改的大面积的或需要不断重复同样图案的部分，用意是熟能生巧。传统的科班师徒制度，学徒必须要有3年4个月的培养跟训练，基本的写生、素描、水墨、上色和涂漆都要历练，基础扎实了，然后才能到庙里上工。门神人物的类型，举凡武将、文官、宫娥、太监，不一而足，琳琅满目。然而论及台湾宫庙门神彩绘的风格，
这与台南府城和彰化鹿港的画师潘、成、郭三大家族的画风大有关系。鹿港的郭家可以说是中国门神在台湾落地生根一个最典范的一个代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鹿港龙山寺的这一种造型，我们看到它的门神跟台南完全不一样。台南的这些门神是这些画师啊有过西方的一些碳金笔的一种现代绘画的训练之后，再去学习门神的造型来做的一种现代的表现，所以它的头身比大概都在6:1之间，那么是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种写实比例。但是鹿港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它的一个头一定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它的头身比啊大概在6:1到5:1之间。那么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它的一个造型，不管是那个蒜头鼻还是比较高的颧骨，那么比较大的这个铜锣的眼睛等等，它是一个中国东北的西北民族，这个西北民族乃至于这些关外民族的这我们说匈奴人等等的一种造型。那么这个造型从唐代以来一直延续到元代啦，乃至明清之后，那么一路延展到台湾，就保存了这种我们说传承型的台湾门神。以鹿港郭兴龄所绘制的门神为代表的传承派，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门神典型的样貌。日据时期以前，唐山师傅大多是带着副手助理一并来台，庙宇彩绘的技艺几乎不曾流传。日人聚台之后，大陆技术垄断的局面逆转，唐山师傅难以来去自如。因此，同样有着人物画像美术功底的陈玉峰与潘春元两人，摸索窍门，心领神会，趁势承揽台南在地的庙画工程，进而成为台湾门神彩绘创新派的两大宗师。陈家两代三位画师，分别是陈玉峰、陈寿仪与蔡草如。我们看到这三位这个匠师那么他们的风格上有他共同的陈派的一种文人的风气，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么陈玉峰他的用笔非常的细腻，蔡草如呢他就拥有一种比较这种可以说是比较流利的，那么比较大胆的这种表现不过也非常的内敛。那么至于这个陈寿仪可以说这个三者之间他的一个创意特别丰富，那他甚至在所有的造型上那么都突破了很多古人的一个限制包括在技法上不管是这一种可以说是鞍金浮雕的方式，乃至于这个牛头马面的一个造型，那么也都是可以说创造了台湾整个门神彩绘的一种新的一种面貌。细腻的水墨，生动的表情，市区内的陈氏家庙至今仍保有陈玉峰的壁画，而他的侄子蔡草如则大有青出于蓝之势，开元寺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创作。蔡草如的作品讲究的不是色彩的华美，而是讲究的笔触的运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面部的表情或是飘带的动作，这些运笔之间都让你感觉有一种文人的雅气。同样是陈玉峰的后人，陈寿仪的作品较多，也多有创新。新济公的门神是他盛年的代表作。那么这件作品开创了台湾门神里面一种半立体的一个效果，用一个金线的泥塑的方式，那么用这些线条让这个作品产生了一种立体感。那么这是困难的是在它的胡须的部分，一方面底下有这种金线，二方面胡须又要在上面经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
台南市把它当成非常重要，所以后来在文建会时期就由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那么请了日本的匠师将它做非常好的修复。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已经是修复以后的一个状况。哪吒李元帅，岳飞岳元帅，传说的神人与历史的英雄，皆为笔墨之下36官将的画中仙。台南安平城隍庙的牛头马面拆艺捕快，也是陈寿仪的别出心裁。相较于郭家的庄严，陈家的典雅，潘家的画风可用华丽二字作为标示。华丽的装饰，繁复的工序，丰富的色彩，尽在第三代画师潘月雄的笔下表露无遗。潘丽水与父亲潘春元、儿子潘月雄三代相传的故事，得从老家台南的这一家春元画室开始说起。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关系，所以他们三代之间呢，在风格上还是有一些差异。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里面，早期的春元画室的这个创办人潘春元先生，他画的东西那么这个墨笔用的比较多，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墨笔因为一多，所以他的本身作品看起来就比较沉稳。但是到了这个潘丽水他是台湾可以说整个门神彩绘到达一个最高峰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做过他的一个调查研究，全台湾几乎有这个2/3以上的这一些庙宇那么都出自他的手。那么而且呢，他的这个门神的这种风格也变成了后来那么各家模仿，甚至是这个弟子特别多。那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整个的一种这个纹饰上非常的精美，那么非常的华丽。那么这个里头在文件之中有一种非常华美的感觉。而到了他的儿子这个潘月雄潘月雄自己曾经也有过这些美工方面的一个训练，那么再加上现代的这一种颜料的发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用色特别大胆，所以呢，在以往看不到的像紫色那么甚至粉红色，那么类似这样的一种可以说高彩度的这样的一种色彩，那么在潘月雄的作品里面变成它的一大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他们家族潘家的整个的共通的特色之外，那么也有因为时代这也因为这个艺术家个人的性格而产生的风格上的差异。台南潘家的春元画室可以说是台湾门神彩绘最具代表性也最知名的家族。20岁不到的潘春元创办了春元画室，当时多半是以绘制人像为主，与父亲双双入选台湾美术展览会而声名大噪的潘丽水，在台湾庙宇修建兴盛发展的年代，也正值其壮年创作的黄金时期，因而成为台湾门神彩绘作品最多、影响也最深远的画家。出自丽水师之手的高雄三凤宫门神就堪称是台湾门神彩绘的经典。当时的庙方那委员他是要求，因为三凤宫那时候经济很好，所以他有钱，他盖得很华丽，他门神要画的最好，全省是没有的，他就找我爸爸。但是我爸爸是台南市，他是有个名气的一个画师嘛他庙方他需要我爸爸画一个全省没有的画法的画风。结果我爸爸说：“呵，让来为雷金威，雷金画，雷金画就是说，像我后面这门神，它的线条这些都是金箔，都是金箔，这都是金箔，把它表现出来了。还有用金箔，我们的金箔把它雷成粉，金粉，把它撒在上面。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到那上风宫慢慢欣赏，
他这个他那个龙龙的鳞，它是一片一片都是一直勾出来的，都是闪那些金粉的，用金粉来表现那个明暗，不是用油漆，是用那金粉。你涂了一个颜色，深的颜色，亮的部分是用金粉把它这样撒撒撒撒，所以你看起来都会亮亮的。雷金是庙宇门神彩绘以外另行加工的装饰性技法。金粉本身的材料比较昂贵，胆大心细的匠师会运用雷金的方式营造渐层与立体的视觉，凸显门神的庄严和贵气。门神楼做着雷金的部分啦吼，这金箔啊算属于打金吼，它剃开了倒落这个礼房啊，对无吼？啊，然后用这个青啊吼，把这个金箔啊吼，慢慢个，安尼个刺，是用这金箔啊粉吼，透过这个滤网吼，伊会慢慢落一块碗内底，伊会。产生这个金箔啊，足细腻的，像迄细沙安尼嘿。因为咱要做雷金，咱头只画的遐个线条啦吼，就是透过这个金仔粉对无吼，然后了后壁动作就是讲用青啊混了了，来这个门形的部分来改做渐层色的明暗度，透过金箔的这种亮面产生那个效果。潘丽水的门神画作栩栩如生，头发、须眉，还有一双传神的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也是人物画像中不易表现的细节。潘家独到的技法“四顾眼”，让门神活灵活现。把它标出来，这个、眼睛。他有在看我，就化成变成会四顾眼，哦，这个，所以你看我现在眼睛画这个眼睛，我还没有全部把它画出来，就是我把好像把它定在那里，哦，以后我会慢慢修，慢慢修，因为这个水性要让它干了以后，才能再上第二次，干了以后再能再上第三次。四顾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上下左右。画中的眼睛会跟着你走，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门神都会看着你。技法的原理很像是拍照，瞳孔的部分是关键。这也是潘丽水曾经在画室画人像、戏院画看板的心得而独到的手法。如今潘家珍藏的八仙与十八罗汉的画册，里面竟是潘丽水在宫庙彩绘之余的画作。封面的首页上写了字，那是为了致念父亲，刻意留给子女的。如今潘月雄在守护潘家置业的同时，也不忘新传庙宇彩绘的工艺。寺庙彩绘开班七年，师生十多人，没有冷气，只有热情。以前是台湾没有师傅，都是从大陆那个唐山或是漳州他们过来的。他们来的时候是从那个大陆他们带师傅过来。有来这边是有请一些小工帮忙他们做一些小工的工作，后来有的到后来才有传承，在台湾传承那些师傅，但是在寺庙彩绘这方面，到目前为止哦，我们台南市来说，我们有一个潘家的，还有一个陈家，啊，但是我爸爸他有传给四五个学徒，我也传给四五个学徒。但是陈家他们都是传给自己的人，他们没有外传给那个学生。一父一子，一师一徒，传习没有樊篱。
当初我祖父，因为那时候画门神哦，那个庙都很小，哎，经济又不好，上面拢爱欠嘛，拢节省节省，所以当时画的都是我父亲他无师自通嘛，无师自通，他都是看到庙里面看师傅在画，他就把他学了，结果后来他就上庙去画。那时候画的比较简单，用色也比较简单。那时候的人哈，到了我爸爸，因为我刚才讲了，他有上过那个，还有这西洋的那个艺术的影响，还受到日本的影响，还受到他画砍板西洋的砍板的影响，所以他用色这方面他很突出。哎，我们是我跟他学的，学到他走了。所以我的那个技巧了，还是跟着我爸爸这样走。神器活现，画中仙人是北极殿主祀的玄天上帝。台南仁德的北极殿，秦叔宝和尉迟恭两大门神是潘月雄的作品。他中间的门是秦始宝跟尉迟恭，秦始宝尉迟恭，那旁边他是用那个四元帅，康元帅、赵元帅、高元帅，还有殷元帅。因为当初我加上一些紫色的，还有粉红色的，是要让它比较艳丽、比较亮。因为你说蓝色跟绿色的哦，都是比较暗，要让它那个门神里面比较丰富，色彩比较丰富。慈眉善目，不怒而威，未登庙堂之内，已见门神之美。台湾的宫庙是民俗信仰的中心，也是民间文化艺术的殿堂。一般欣赏门神彩绘，都会说看它的造型，看它的尺度，看它的动感，看它的画工，看它手持的武器。可是我觉得进一步要看到更精彩，就是要学会不对称的平衡，也就是反差对比。左边是韦陀，右边是关公，所以我们先来看他的脸部，一个是秀气的，一个是凶悍的，一个没有胡子，一个长了胡子，一个是凤眼，一个就是龙眼。再往下来看他的手势，一个拿着短的兵器降魔杵，一个拿着长的武器加长型的斧头。再往下，那你可以看到衣服最后的一个小小装饰，左边是用上了青丝，右边用上了白象，这非常符合佛教文化的特色。不过宫庙的门神彩绘创作有时却需要与现实妥协，过程中充满集体的思考与折冲，绝非一人一时可以独断乾坤。但是我们如果真正去做了解之后，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这当中事实上有各个派别的不同之外，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在制作的过程里面，也包含了一种我们叫做群体性的创意。什么叫群体性的创意呢？一个艺术家他首先来画你这个门神的时候，你门板的宽度高度就各个庙宇之间都不同，他要配合你这个宽度，配合你的高度做一个构图之外，那么他在构图当中不是画家本身的一个意思之外，庙宇里面相关的，那么包括这一些彩绘的匠师也好，包括这些庙里面的大佬也好，他们都会对这种，这个人物的造型啊，那有所这个提出意见。即便才华洋溢、众所瞩目，画师仍旧只是团队分工的一份子。一些宫庙的业主在尊重专业之余，有时也会提醒画师，要把门神的双脚画得武钝一点。台语说的武钝，是指武将的下盘要低而且稳重，脚不要画得粗壮。如同一般的艺术作品，庙宇门神的作品
会被归类成为一种多数的主流或是少数的另类。今天我们看了很多的门神彩绘，特别是林宗英先生一个学院派的艺术家创作了荷兰门神，这是全台罕见的。同时也看到很多传统匠师画出了非常传统的门神，不过它的特质是大家都一成不变。所以我觉得一个文化的发扬，针对门神而言，它应该要具有创作性跟延伸性。台南鹿耳门击退荷兰人的郑成功再次登陆，改写了台湾的历史。位于鹿耳门主祀郑王爷的郑门宫，就别具特色的以赤脚的荷兰人作为门神，赤脚门神全台独有。那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包括在这里画绘制壁画的过程，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到海边去走，否则就在我们附近的渔温里面去游泳，你就是打了赤脚走在这个地方。好，后来有专门研究历史考证的人去做相关郑家军的考证，他们发现郑家军为了习于船上作业，他的海军水师其实有很多是打赤脚。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如今庙门前站着荷兰门神，又有何不可呢？除了面孔与身体是西洋人的典型，其他身上所穿的服饰、手持的武器都是中式传统的，而且还光着脚丫子。遥想当年郑成功在此地登岛，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等有机会能够用自己的念头来创作时，让在地成长的林中信决定用油画来呈现荷兰人门神的意象。多半的学院的学生里面没有人去接触过民俗，那你如何创造民俗？我看所有的人都马上会愣住了。不过还好这个问题只困扰我三天，因为我是几十年在这个地方长大。那早期我们可能会去找范本，我去庙里面做一些功课，做一些考据。但后来当开始我进行了三天的同时，我发觉这样不对，因为如果这样子搞不好这一批画几十年后我还是不想看它。从第三天以后我就不行，把全部东西，把水桶里面的水全部丢掉，重来，就一切从我的想象开始。艺术的典范得靠时间淬炼，也许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有的时候，典范也可能被挑战、被打破的，门神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门神的人物面容、身形比例、服饰配件，都可能被解构、再重组的。今天觉得有些唐突的创意，明天则可能会越看越顺眼。这就是艺术，没有绝对的好坏或是规则，只有创作的想象与欣赏的解读两者之间。至于创作的本身是所谓的主流的、另类的、传统的还是创新的，彼此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从一个时间的观点切入，岁月的沉淀有助于门神彩绘的精致化与经典化。从一个空间的角度来看，门神艺术大可不必伫立于庙门之外，也能端坐在其他日常的文化角落。从长远来看，整个这种彩绘的技术是一种民间特有的技术，我个人认为它有一天它不只是画在庙里面，那么它甚至应该会作为台湾博物馆的大门，就像我们的台北历史博物馆，就像我们的圆山饭店，就像我们的国际机场的大门。作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习俗，宫庙的门神彩绘在历史的细流与地理的环境中滋养它独到的特色。不过门神彩绘是一种创意的过程，也是与现实妥协的成果，
部分的庙方业主寻求更便宜的供料，甚至论斤称两的压低价钱，面子和肚子难以兼得，这是许多民间画师现在所面临的窘境。部分委托的业主除了斤斤计较的杀价，创作完工后的作品也不见妥善保存，部分的画师会宁缺毋滥而选择放弃。十年磨一剑的匠艺早晚可以成器，但是创意常常需要几个世代才能酝酿。艺术不是买菜，更不是价低者得的竞标案，尊严扫地却又难以糊口，这可能使得传统艺术的精致性遭到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淘汰。所有的这个民间艺术啊，事实上在整个历史传演的过程当中，都在不断的进行某种情况的一个修正，那么乃至于突破。那么我们从布袋戏就最明显，但是呢，在门神彩绘之间也是一样。那么早期的门神彩绘，那么这个当中的一个华美的程度，绝对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啊。那这个台湾整个经济的一个起飞，使得整个诗作的过程事实上是越来越讲究。那么不过在讲究当中啊，也因为匠师之间的彼此的恶性竞争，或是庙宇的一个压低，使得他在创作的时间上被压缩。所幸从创意产出的这一端观察，优质的创意向来是台湾民间艺术的优势。同时从现实需求的另一端看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修整重建的庙宇仍有一定的数量。此外，爱画的风雅之士大有人在，习画如今的彩绘师与慧眼识画的收藏家有时也能一拍即合，让门神彩绘的精致艺术得以跳脱了庙宇和木门的框框，跃然纸上，挥洒一种呼之欲出的灵动。庙门不开没人来，庙门大开少人看，出入庙门无人拜，门神颜色不改，处之泰然。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对台湾寺庙的门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相信很多人未来到寺庙里的时候，在欣赏门神彩绘时会有更多的感受。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寺庙彩绘的苏荣仁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你今天带了很多作品来到现场，我们先介绍这两幅。这是一般的水墨画的表现。那么这多即个有这个机会吼，多处理有这个作品，因为中这部是为火牙关三镇礼部。那么这种是属于中国水墨的笔法的笔触的表现。那么这都是这个迄个观世音菩萨，因为这线条比较一气呵成吼，由深而浅。那么画观音的话，总重点于这个画像的表现啊呢，所以这是一般咱这彩绘来讲，以这个中国这个水墨基础哦，咱来建立一个基本这个功啊呢，所以咱开始有这些物件。老师，您从事这个寺庙彩绘多少年的时间了？从学徒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十年了。哇，三十年这么久的时间，那老师你在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比如说，你要画一张图吼，一定要先去了解这个图的动态、甲伊的资料的收集。所以，敢那
资料当然在收集的当中，是有时间的话就慢慢收集，没有办法去讲多久。但是当你落笔开始画的当中啦，想要稍微三天的时间。那老师，其实老师你刚刚提到说你在准备一幅作品的时候，其实事先会去收集资料，对，要怎么样画出里面的精髓。那同样，其实在这个寺庙彩绘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嘛。是。那我知道老师这个寺庙彩绘，老师刚刚说有30多年。那我们刚刚看来影片里面，其实知道哇，原来台湾门神的组合有这么多，尤其还随着像是佛教、道教的不同，也有不同的组合。那我很好奇的是，在这个门神的组合里面，究竟这门神跟主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咱台湾哈，因为是多元信仰的一个所在哈，所以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会使讲是遍布全省啦。那么门这个信仰的当中，伊主神，比如讲主神就是配合着门神，那么门神伊是护法神嘛哈，所以比如讲咱。是这沿海的大部分都是天上天上圣母，天上圣母伊的左右神就是天理干神，但是一般天上圣母也好，也是王爷、土地公、妈祖，吼，通常伊的这个主、伊的护法神，我咧话拢是为这个土地公加金小宝，啊边啊较加官进禄、香花、甜花进爵，吼，文官在旁边，武官在中间，啊伫这个。这个门神以道教伫这方面来话，啊，那佛教来讲啦吼，通常佛教那是以观世音菩萨来讲啦吼，伊一定会画这个迦那尊者、甲威德尊者，吼，这就是啊，但是伊这个画当中啦，甚至有嘛有人画那三宝佛，嘛有人画迄个迦叶尊者，吼，这个伊的大弟子，啊，佮画这个阿难尊者。甚至门神伊配备，像讲咱若讲一般伊到天公庙啦吼，咱咧一般天公庙伊咧画门神，就佫无同款。伊门神就画五曜金龙、观天福地，啊，伊个边啊画有人画20世纪、24节气，24节就是春夏秋冬。咱咧讲立春嘛吼，大寒小寒，啊，伫即个当中，譬如讲伊每一个节气内底拢有一尊神，像比如讲清明。好，清明就画一个类似七爷的迄个法相吼，咱的七爷八爷像像。啊，立春就画一个迄个秀才吼，啊，举一个魁神安尼。所以伫门神的运用来讲，足侪种，甚至嘛画这个，咱咧讲个36天宫，吼，72地煞，这就是天宫地煞。地煞伊这画就是来自于这个封神榜内底啦吼，姜子牙封神，即封神榜内底即个神。所以这嘛运用伫这个门神内底，所以讲起来门神的画诶画风啦吼，足多元的。那老师，可是门神跟主神之间通常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彼此？哦，因为门神啦吼，咱所知诶过去咱这个不敌姜家是不，这是东调的故事嘛，所以这就讲按伫这个东调李世民啦吼，因为伊的部将嘛吼，这个来好。好教着伊个主公，了后较民间啦吼，来解运用伫即个门神内，这就是有一个历史个因缘吼。啊，但是讲即个迦那尊者伊是咱甲关系，这就是有一个师徒关系嘛。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主子跟他的臣子们，要不然就是师徒的关系。那老师，我知道从影片里面看到，你也有帮这个平埔族来做门神彩绘，那这跟他一般汉人的门神彩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哦，因为平埔族讲起来是即届头一届都接触到这个平埔族的画法，因为业主伊要画这个时阵，其实我嘛足讶异的，而且他也要画这种物件，所以要画这个平埔族，其实平埔族类似的原住民的这种的这个穿着啦，因为伊当初是。拍这个歌的时阵，我联想到讲啊，这个，一定爱伫这个网络找一寡相关平埔族甲这个迄落原住民的这个资料，比如讲伊的手势啦，伊提这个兵器啦，吼，啊，佮包括伊的这个发，伊这个面的相貌是生做安那，啊，因为咱汉人咧画风迄个面相，就甲平埔较无啥感觉，因为汉人画衫裤的伊比较较重伫这个。剑甲，啊，伊遮个迄落兵器弓箭，吼，比较拢画了较华丽安尼，吼，啊，所以讲这就是平埔族甲汉人伊有独特殊无同的所在安尼。
老师，你刚刚说这个汉人因为穿的是这个战甲嘛，所以常常是比较华丽。那平埔族呢？平埔族当然，因为我迄阵为什拢是以咱这个迄个较属于原住民早期哈，因咧用的这个迄个衫裤迄个文物，嘛唔是讲，嘛伊在因的感觉，迄嘛是足华丽啦，因为有多元的颜色加图腾，只是讲伊的图腾较无同款。比如讲汉汉人咧，我咧为什伊会穿一条龙袍？啊，他那个也滚尾啦吼，各个细节地方都会画些吼，像画一挂竹花短纳啦吼，一挂牡丹花卉，甚至呢，伊个弓箭迄个壳咯，甚至佫也画八仙啦吼，啊画也画祈求吉庆，甚至也画作者图腾伫迄个衣服刺绣画伫因内底。啊，平埔族伊毋是讲无画遮物件，只是讲伊画物件，伊有伊表现的迄个图腾较属于早期迄种。原住民啦吼，迄种图腾的感觉安尼。那老师我很好奇，因为老师有说这个在准备门神彩绘之前，一定会是收集资料。那像平埔族要去画平埔族的门神的时候，老师之前花了多久的时间收集资料？哦，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很方便嘛，所以我伫网络都收足侪迄个原住民甲平埔族迄种的图腾。啊，因为伊即届画物件有较特殊的是安尼，敢知？因为伊大平这边家啦吼，就是打一只猪嘛吼，啊一只鹿啊，伊因为迄个叫做伊讲，这叫知足常乐啦。啊，伊这个上山哦，就是伊摕物件啦，弓箭嘛。啊，另外一边是画这个打一种鲤鱼，啊加一种珍珠，伊讲鲤道珍惜。伊讲个讲叫做咱爱惜这个大自然的物件，礼道珍惜安尼。所以这就是讲，伊伫平埔族，因的祖先甲祭祀吼，这个门神特别较无同款的所在安尼。当然，唔是干啦画出一个形尔，爱阁画出迄个含义甲迄个意思出来安尼。那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以台湾的门神彩绘，这个潘成郭这个三家是非常有名的，等于是三大的一个派系。那老师，我好奇的是，在这个潘成郭画风有什么不一样？老师好像今天有带来作品，因为这个郭是属于郭心里嘛，早期就是伫鹿港这种名家。因为这边的彩绘当中，因为我都有接触到郭心里的门神修复啦，因为阵伫。这个嘉义五凤庙有接触他的那个门神，因为他用的颜色很简单，就是佛青色，迄个头朱哥迄个黄头，简单的几个颜色就运用的这个门神，因为早期用的颜料，他们用的也是都是矿物质的颜料嘛，所以说用的这个图腾啊，很简单，但是呢，他画起来用另外一种很素雅的风貌。哪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就是郭心凌哈，郭心凌他们早期，他这个是这个潘氏的，潘氏是后来因为潘氏跟陈氏的哈，他们两家族都是在台南，当然在同一个区域就有互相这个比较，阿马武将他竞争性啊，所以讲物件大家都会把比较把最好的显现出来，所以搞不要在这个潘氏以为门神必搞哦都较华丽。你看他那个用色啦，图腾啦，每一个地方都很讲究，而且很细腻。啊，这个城市的话，他的画风啦，又另外一种，他比较写实，而且比例方面也很讲究。那用简单来讲啦，以郭氏因的画灵啦，你看伊的灵诶，刚刚颜色不多，但是他的表现就是这样。那个。潘氏也灵，也龙啦，这是龙袍也有灵哈。你注意甲看，也灵啦哈，也形态重伫迄个整个颜色的搭配啦哈，好不是单一，只有全部都是金色的哈。啊，老你看陈氏的龙，他画的龙袍的话，它的张力就又比较有写实感，也张力就是讲靠烂烂的。啊，其实这些东西有因个人的特色不同的所在安尼。那另外老师，其实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潘家的四顾演画法，那其实这个四顾演画法它究竟是怎么画的？每一个画师哈，伊拢伫这个门神的表现当中，嘛是注重是伫个四顾演，不止潘家，每一个画师都是一样。还有四顾演伊重点是讲，它是门神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嘛，啊以平面的东西伊要画开，我咧讲竖红干啦。就是讲，一个平面的东西，在180度的角度
你伫这180度的角度，那一个位置一个在徛在看当中啦，这个门神的眼睛啦，都目视的你，拢在甲你看呢。啊，其实是你人在行，门神无在叮当。啊，但是吼，伊眼球对你人在走。啊，这原因是啥？因为咱门神的比例啦，比人诶画龙头的3-4倍宽度嘛。啊，眼球我咧画时阵，稍微眼球那个黑眼的眼球你要往下。啊，然后呢，你咧画迄个反光，就是讲点那个最后那个点那个白点啊，迄个是眼睛的迄个反光面吼，你要点了到迄个位置，你若点了到位置，那个眼神那个传神就会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那个点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对对对对。嗯哼，那老师，我们知道是像过去有听说，在雕刻神像的师傅，其实在雕刻神像之前，他会如素，他会净身。那门神彩绘的师傅也会这样吗？木雕吼，其实上因足重视，这无唔对，因甚至要开布也爱看日，入神也爱看日，开工点解来爱看日，足重视。啊，其实门神伫阮咧彩绘当中，其实上咱身为一位工作者，总是嘛是爱共对这间庙保持一种非常尊敬的心。啊，当然门神来讲是无限制这个问题啦，就爱清斋素食啊，是讲爱静心。但是咱爱抱着一种尊敬的心啦吼，啊清净的心来甲完成这个物件。嗯哼，但是并没有说一定要爱清斋素食啊，但是。你若想讲，咱咧画不做差啦，对无吼？迄个较无感觉，因为门神他用的师傅蛮多的啦。啊，但是你若个人只有单一画这个佛像的话咯，稍微的要注意一下，因为画佛像啦吼，你比较的爱较，敢那讲想禅定的功夫啦。因为每一笔尤其你咧开面咧，一定爱做禅定。我以前捌听讲，陈叔以前因咧画时。人要请你画门，伊会问讲：啊，你敢有我在街三工，还是讲情欲安尼？但是画人讲无法度呢。啊，但是这是看个人去调整安尼啦。看个人去调整安尼。那老师，我们知道在寺庙里面，除了门神彩绘，还有寺庙彩绘嘛？那寺庙彩绘跟门神彩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寺庙彩绘跟门神啊，其实都密切关系啊。它运用的东西伫。庙的顶管遐个迄落梁柱啦吼，龙柱啦吼，啊个壁画啦吼，啊因为寺庙彩绘伊伫整个门神的部分占，会使讲占较大部分安尼。啊门神，你看门神伊是平面的，但是伊你注意看门神伊一挂衣服的一挂迄个文物啦吼，其实上吼，即伫你基本你伫彩绘当中拢运用伫因内底面。所以也关系非常密切呢。也就是说，这个是先从寺庙彩绘开始画，对，然后才会画到门神彩绘。一般的师傅对。那可是老师，我们刚刚知道说，因为其实这个寺庙里面门神就是门神嘛，但是其实寺庙就像老师刚刚说，很多地方都可以画，所以是不是它发挥的地方有很多，发挥的空间很大呢？可以画的故事很多。好，故事那当然是宗教信仰哈，因为。每一间庙，伊个主神吼，拢无同款嘛。以我的经验啦吼，我咧做当中，我是较注重讲，如果即神，像我最近伫咱遐有一间三坪做寺庙，咱对即个主神做陌生嘛。但是咱去进网络做方便，你去找伊个资料，把他的相关故事、他相关在世一滴滴事当中，伊安那去成佛，伊就是因为伊有。救世啊，有去做人当中啊，得了成为正果安尼。啊，咱甲这点点滴滴借由这个庙宇的个良美啦吼，就是伊这味道吼。啊，咱甲画大心内底，和信徒来到这看，通感受到讲啊，阮这间主神是伊的故事。那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变迁了，尤其老师这从事这寺庙彩绘30年，那老师你看到以前的学徒。跟现代年轻人的创作，现代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学徒就是一般讲耳塞啊嘛，对吧？哈，啊，因为耳塞讲起来是较辛苦，因为各行拢爱做，对，哦，你爱，甚至你连音色还是主色拢爱家己爱用，啊，佮包括你爱去，哦，做一挂做错的工课，就是想讲，因为这个。庙宇的彩绘啦，伊唔是干呐彩绘，伊佫包括一挂壁画的初步的处理，还有圆柱，一条你要一个
水泥一空起来粗面的，你要做起来圆的金，你一定要用纱布慢慢去磨。啊，所以讲这拢是足繁杂、足粗的工课。但是你学材当中，你就是拢爱对各方面加的，对粗的学较安尼，慢慢较进入拿笔彩绘。彩绘的物件，伊就是讲包括天花板拢有一挂藻井木雕的彩绘嘛，啊，包括这个帘的彩绘。啊，因为你学徒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慢慢的起来，但是你伫咱学院来讲啦，咧学的物件就佫较无同款，你直接可以受到一些科系的迄个熏陶，像比如讲咱进树德伊嘛成立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啊是讲咱的国立专门这个古迹修复，当然学徒制甲这个迄个教学制无同款，但是伊伫这个领域当中有这个基础，要进入这个彩绘嘛是可以。只要你有那个基础，你要进入这个领域内底，拢比较拢可以。只是讲你学师啊，早期咧学师啊比较较辛苦，实际是讲你爱家己伫这个学的当中咯，不足的所在，你可以去学院派来的，去学一挂物件来弥补你不足啊呢。那老师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在彩绘的创作上面，彩绘其实伊因为寺庙的物件是庄严的地方了哦，啊你讲要加创意的话啦，只是说在这个颜料的色系当中你去改变，啊原则上大原则是拢无变，啊但是嘛是看庙方啦，庙方他伊哪愿意让你去表现不同的东西，你就可以，那他你画物件嘛爱符合迄、那个。也做医馆去接受啊。好，那老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教堂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殿堂。那台湾寺庙，我们的传统彩绘也是保存民间信仰非常重要的一廊。那老师，您对于我们的门神彩绘、寺庙彩绘有什么期许呢？哦，因为其实上哦，西方的教堂就是咱来讲一般拢是。基督教、天主教，因拢有一挂油画、壁画伫迄个顶馆，拢列入作者拢列入因国家的迄个古迹啦吼，嘛是作者观光客吼去欣赏的所在。啊，其实，在台湾伫这方面吼，讲起来嘛是还佫努力当中啦，因为咱台湾吼宗教的信仰庙宇很多，啊，因为我们一些。画师也好，还是匠师，一些木雕师的剪人师，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的东西很多，但是因为这些物件啦，因为嘛是爱靠咱政府啦去改重视安尼嘿，啊，因为所以讲进足侪庙宇啦吼，到尾啊啦，像比如讲城市还是国信林，足侪因的物件拢列入国家。二级古迹、一级古迹，所以伊这个当中就是类似咱国家一个迄个庙宇的一个迄个展览的一个，就类似一个博物馆啦咧。啊，所以讲有时啊，咱看到，其实这就是咱台湾的独有的一种宗教彩绘，还是一挂迄个雕刻、石雕的特色。所以一般外国人他来到台湾，伊会走去中山市看，有咱宗教一挂。这个艺术的物件，所以这些物件拢呈现在吼这些庙宇的物件。所以讲，有时啊，咱若去到庙宇，咱若较用心去甲注意，其实上足侪所在，值得咱停下脚步了，咱去甲观察，去甲细心去甲了解所在。那老师，你觉得一般的民众如果想要欣赏门神彩绘，你可以建议他怎么样来欣赏呢？是欣赏一个门神啦吼，当然咱有时啊拢走马看花嘛，但是一般。你若看到伊的这个衫裤，咧，你做有时啊吼，咱通常拢会对面开始看落来安尼啦。啊，对面看你，因为每一个画师画拢无同款。啊，其实像这个面，到甲伊的盔甲啦吼，佮到甲伊的文物，其实伊的细腻的部分啦吼，都有它的含义安尼。啊，咱若咧欣赏，只是讲有时阵，嘛是半爱甲爱。有解说啊，无你写你嘛是看无它的含义啊，因为伊的文物的细腻的所在对无吼，这得爱你家己吼慢慢啦，对于迄个近看的当中，因为伊是面对面，你近看注意看伊，因为伊的盔甲部分有的，咱咧讲画是不是较细腻画八仙，左右两边拢画两尊，四尊安尼嘿。啊，伊个整个，你注意看伊个迄个弓箭，弓的迄个壳啦吼，伊个有拢会
有一个湖底，啊，伊有把作者拢会遐落款。讲真个边啊拢有个猪窝头，啊，而且你咧看伊个绑腿所在，简单一个他的脚穿的那个鞋子啦吼，那个图腾花样，还有他再上来那个绑腿那个衣裤的东西，他都有画他那个细节的文物，包括他那个彩带，那咧门神拢有个彩带，彩带不是单一色的。它里面还有画它的那个整个花纹，啊，你若画种加冠进落伊个衫，你注意看伊个这个整个衣着的来迄个布花啦，咱咧布花，布花款咧话讲叫做八达花，八达花它是一笔一画，啊，一个花瓣一个花瓣慢慢的去填它填色安尼，讲起来还太侪，所以你爱慢慢的去品味去注意安尼嘿。这台湾的门神彩绘艺术虽然传承自中国大陆，但是因为本身的地域文化与历史背景，造就了不一样的门神彩绘发展。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对台湾寺庙的门神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大家更珍惜台湾特有的门神彩绘美学。记录新发现，我们下周见。